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今年十月份自我带来的 One Thing。当追求一个事物时，不该胆怯的畏缩，要大方的拿出自信去面对，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不一样的色彩。没声音，等一下，不要动。前面的问题，而且我们那一首歌里面有 rap。